多謝主席。接下來我要繼續就總目163選舉事務處作出一些小的補充。選舉事務處有關選舉開支的總數因編制增長而增加，由2013年年度修訂預算的1465萬元是大幅增加至今屆的2014-15 年度的1億2424萬元，這個增幅是非常之大，但是我們都是沒有作出這個刪減它的撥款。剛才我講過幾個主要的原因，包括它要進行選民登記運動，要預防中票，加強這個查核工作，亦都要預備下屆區議會選舉，因為下屆區議會選舉亦都會有一些區議會選區的重新劃分，這個是我之前提過的原因。但是這一節我要補充幾個原因，就是這些因素是未必有些部分是未必是選舉事務處或者是特區政府可以控制得到，但是亦都是要預留款項的。其中一個大項目要講的就是補選的問題。先講這個區議會補選，其實自2011年呢區議會選舉即是完結之後呢，我們發覺呢補選是從來都未停止過的，即這個區議會的補選從來未停止過，包括有些是控制不到的原因，例如區議員的私德出現了問題，例如他們犯了一些選舉條例，還有一些區議員他的健康問題，這些都是無妄之災，政府是控制不到，一定要是撥款是進行補選。但我特別要提出一個很離譜令到香港人很難接受的，就是政府委任一些現任的民選區議員入去政府的問責系統。大家一講大家都會記得了，劉江華議員是副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馮偉光就是這個新聞統籌專員。這一些而引致的補選開支呢，我們覺得是不必要的，即是全香港是否沒有人才，是否人死了，一定要委任現任區議民選區議員入政府架構而導致啟動這個補選，這個補選又浪費了多少罐豆豉鯪魚，多少罐午餐肉，是不是等多兩年，等多兩年他完成這個區議會的任期才委任他入政府，是不得呢？另外補選一個可能會出現的，就是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或者是所謂的超級區議會議員辭職變相全港投票。我不知道現在的超級區議員肯不肯，但是呢這個情況呢是有可能會出現，所以呢我們是沒有刪減到選舉事務處的大幅的經費，因為呢如果這些補選的情況出現呢，的而且確是需要資源。另外還有一個補選大家可能呢是沒有想到，就是特首的補選。由上任以來梁振英下台是不斷地喊，當然他好像現在很硬正，怎麼都不用走，不用翻工那麼多去外訪，但是我們不知道呢最後會不會整個問責班子一路骨牌效應就落到去個特首是要出現補選。那這個呢我覺得政府呢都是要是預算在這個預算案裏面呢是研究一下。陳志全，蔣麗雲議員什麼問題？主席，我想請問呢，是不是他每一位發言的議員是應該只是講那個主要總目的方面呢，不應該落到去每一個分目啊，不應該落到去每一個詳情呢，是不是違反了68(3)？主席，不如這樣啦，你給點時間你裁決，現在點點人數先。